净土宗，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好，阿弥陀佛。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觉照您的佛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因为在所有修持所获得的功德之中，心意的功德并不是最大，且有分别妄念的作用，由之产生的功德也是无常的。所以真正的善良绝对不能参杂世法八方的目的，不能为了世法八方的利益而去建立功德，这款的功德也是不足以令人解脱的。要建立不是无常，并且清净恒久的为家己所把握的功德，除非是内心深处生起了真正的慈悲心和菩提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一不是由菩提心的摄持而获得成就的。
一处发心的思想，道力兑现，和众生幸福的誓言，并实践上师因师的教授，以依靠菩提心的善根。相续中不间断的行持，伊只有慢慢破除了修行甲无修行时的界限。伫日常生活如何功用中不断修行，形成三昧力量。将有一日得见并安住于本性之中，这便是正行的殊胜。所建立的功德而言，无论做任何大或者小的好事，若是心中只有家己，安尼，敢若会当获得相应的一份功德。心中有十个人，就所修的功德，会自然增长是十倍；若是心中有千万亿人，所得的功德，就是百千万亿倍。可笑而知，当自功德发心回向于无量众生的时阵，内在产生的功德，就便是佛菩萨也难以描述佮称量的。Thank you.
发心正行甲回向的时阵，拢应该有世俗菩提心摄持的部分，甲圣意菩提心摄持的部分。所引发家己甲一切众生成就化身甲报身的功德，由后者成就正果发生的境界。由中始至终，拢有菩提心所摄持的原因，建立了修道的发心殊胜、正行殊胜、甲回向殊胜。这三种殊胜会直接利益，便是将家己所做的一切功德最大程度的利益了师父众生以及自身的解脱成佛，那无因会成为有料的人天福报，沦为无常的牺牲品。远离慈悲心的修持中，修行者会慢慢升起三种障碍解脱的过程。修仙会将所学习到的知识当作家己谴责别人的资本，反而将信用用来增加了家己的视察他人过失的习气。
又经常关照到他人的不好，甲自用对有自我的骄傲甲傲慢。愈修行，愈难以无法相应，并造成了真多烦恼和贪嗔痴。修行的目的就是修好家己的内心，并引发正确的行为，以至于解脱。当你有愈修愈烦恼的弊端的时阵，就要切切警醒家己，是毋是远离，或者是还未升起真正的慈悲心，并且要清楚的明白家己又搁为何袂当解脱了。假如你是一个充满慈悲的人，势必会破除自己对一切好甲歹、是甲非的概念的执着。因为当你遭遇到逆境和不幸的时阵，出于慈悲，你会欣然利用这种的痛苦去发愿功。众生得不休修，并以
代受众生的痛苦，以为理所。一个真正的修行者，绝对不只追求生命中好的赞美，而拒绝不好的赞美。当你在相续中不断修习家己的一切好，供养众生，众生的一切歹，愿自己代受，会自他相还的时阵，将会净除家己无始劫以来无量的业力障碍。安尼做的话，即便初生未当究竟解脱，内心爱成为一个有智慧并具备救度众生能力的人。一切好甲唔好，拢将成为家己对众生产生搁较大、搁较强烈的慈悲的转换。慈悲心会自然消除你对于自我的执着，那呢，你鼓励得见清净本性的机会，还够远吗？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中华
印经协会，做了各种的书，漫画书、故事书、经典 DVD， 推广在学校、监狱、各佛教的道场、海内外所有的地方。为什么？大转法轮。所以要感恩非常多的菩萨不断的在关心护持印经协会，也非常多的人不断的来要书 DVD， 到处到数十间庙去推广。愿佛陀的教法满人间，令众生离苦得乐。感恩各位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阿弥陀佛。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神遍阅的殊胜功德，神遍阅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降伏外道有失，显扬佛法圣教的殊妙吉祥佳日。据佛经记载，神遍阅时，无论是造作善业或恶业，其功德过失都会增为10万倍。若在神遍阅期间精勤行善，如斋戒、礼佛、供灯、护身、布施、诵经等，精进修行，可借此机会迅猛地消除宿业，培植福报资粮。西藏佛教部分派别均特别重视在神遍阅期间奉善止恶，随力依身语意三门而广行善业。若能共同修持各种善业，其功德福报更加不可思议，因为所有参与共修者均可同时获得共修的全部利益。因此很多寺院都会特别于神遍阅举办盛大的法会，修行人不能错过的神遍阅。在金刚乘佛教中有四大殊胜日，在这些殊胜日发心行善，则功德可增长到万倍甚至到1000倍。从藏历元月1日开始算起的一个月，即为神遍阅。请吃素、护身、持咒、念佛、点灯、施食、施药、进账集资，恒时吉祥，回向世界风雨顺时，无有灾难，众生无病无苦，消灾增福，发菩提心，福慧圆满。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慈悲弘法行。